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esla Discovery Channel。 我们展示一下适用于 Model 3和 Model Y 的配件。今日我们讲的配件都会有连结在个影片下边，欢迎大家拿来参考。我们从车后箱配件开始，这两个箱子是放向个车后箱的量质。好啱适用于放零件或者杂物。机盖啱啱好闩埋，我攞嚟放 charging station adapter。有时唔系去到过 Tesla charging station 嗰阵时就攞嚟用，好方便。接落嚟响荧幕嘅下边有个充电板，呢个设计非常之好，容易清洁。个 cup holder 个配杯套好贴实 ，Tesla 嘅杯套有啲大，放个杯落去有啲松，所以呢个边贴紧，啲饮料、啲水就唔会写出嚟整污糟架车。这个间隔可以作额外的储物空间，容易拉出拉入，入边还有分开细格，所以将杂物放在入边，开车时随时拿到。在个扶手下边还有一个储物空间放这个配件，将平时用的东西放在入边。扶手上边仲有一个暗格，将呢个配件黐落去，仲可以生打开最适合放重要物件。这个细细个的配件用来遮住镜头，cover 可以闩埋打开，完全可以保持车入边个私隐。另外这一个配件就是攞来保护的屏幕边，不怕晒花，又可以装饰，一举两得。最后介绍这一个就是比较大啲嘅，放香港乘客座位下边，因为佢够大可以放大啲嘅物件，好似手袋咁都得。响个视频下边，你可以睇到详细嘅信息，唔好忘记点个赞订阅我哋嘅频道，同按下嘅小铃先走。